谢谢。哇！拜拜，累了。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Owen 大 B。 哇，讲了好耐好耐都冇拍 vlog 了，其实都有几个原因嘅，就是懒同埋懒。今日咧，点解咁有兴致要拍一拍个 vlog 呢？就是因为咧，我第一次搭呢个广深港啊高铁，呢个第一次经历，我想拍低啦。同埋我抽到两日去旅行，咁我哋即将会去长隆。事不宜迟，俾大家睇下究竟高铁系咩样嘅，出发。哇！話咁快咧，咁我哋就到達咗呢間叫逸城嘅酒店啦。唔講唔知，佢呢度一晚嘅租金平到你唔信，百幾蚊嘅人民幣，即係差唔多200蚊嘅港紙，你喺香港係完全唔會用到呢個價錢去租呢間房。事不宜遲，同大家嚟 room tour 先 ，let's go。首先一入嚟，右手邊就係一個廁所啦。呢度就是你思考埋人生嘅地方啦。唔知某君 special request 先有呢个吊床咁样嘅嘢啦，仲有电视睇添。喂，咁究竟张床喺边度啊，大佬？你瞓喺地下。原来呢度咧系分咗两层嘅，你记住系百几蚊嘅人民币，有两层嘅享受。佢将你瞓觉嘅地方咧完全 isolate 咗出嚟，而望出街景呢个 view， 哇，都唔错。讲真的。百幾蚊，你喺香港有冇咁嘅享受啊？玩快又完咗個 room tour 啦。當然啦，既然嚟得玩，你唔搶盡佢就唔叫年青人啦。咁我哋決定一陣間都仲會去多一個地方，咁可能嗰度有飲有食，仲有歌廳，叫做胡桃里，搶盡人生，即刻出發。可能我真的大鄉里出城啦，我覺得好抵啦，喺度消費其實是 OK 嘅，所有嘅物價都不算好貴，是 total 嘅消費百零蚊，咁兩個人消費咗百零蚊，咁可能即係每人都係幾十蚊人民幣。有 live band 唱歌啦，咁我本身中意玩音樂啦，咁我中意聽人唱歌啦，更加如果嚟到呢度晚上又冇乜嘢做，就可以攞去聽下歌，飲杯嘢都幾 relax。聽日見，好啦，晚安啦。喂，早晨啊 ，YouTube， 咁醒咗有咩做呢？就梗系食早餐啦。咁落咗嚟呢度食呢个兰州拉面。咁之后今日咧就会出发去呢个机动乐园去玩一啲机动游戏。有成22粒，系咪22粒？粗略估计20几粒饺子啦，使15蚊人民币嘅。唔使1蚊1粒餃子喎，想點啊？我知道成個 trip 裏面都應該會講乜嘢都係好乸平同埋好乸平。我哋馬上即將就出發喺呢個長隆歡樂世界啦！出發啦 ，Let's go！ Yo， 可樂玩快就嚟到呢個歡樂嘅世界啦！有幾歡樂呢？即刻帶大家去睇下。咁呢度有刺激、刺激、刺激再刺激嘅過山車，聽講係垂直嘅過山車。仲有垂直嘅過山車之餘，仲有好多 show 睇，有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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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樂帶俾你。
為咗錄呢條片，我排到去第一，要坐到最前俾大家睇下風景，犧牲我嘅生命。我哋即將出發啦！仲未死得，落翻嚟，哇！今次終於成功地拍到一個機動遊戲，呢個機動遊戲超好玩，向前向後旋轉再離心，下一個會玩呢個垂直90度落嘅一個過山車，好，希望可以成功挑戰，仲要帶到部機入去影啲嘢俾大家睇。一直喺度研究緊咧，呢啲紀念品嘅店鋪咧，係咪真係會有人嚟買嘢嘅？今日我終於發現。是真的会有傻仔来买东西的。突然间停了。这个垂直过山车是这个乐园里面我们唯一玩了两次的机动游戏，是非常非常值得玩的， very good， 是做到跳楼机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非常不错。回到来酒店了，哇，除了一天都觉得已经很累，但是都很肚饿，一阵就会去吃一个叫做山头百合里牛肉火锅，转头见。睡饱之后就觉得个人特别肚饿，所以就即刻来到这个山头百合里海记牛肉店。我已经用了我最强最强的普通话去跟他沟通了我究竟我想吃什么，希望这些东西没来错，我现在就出去调一调味先。 Let's go。 是不是很丰富呢个调味吧来到大陆呢？因為他們很經常都會吃辣的，而我的吃辣級數呢就只是在麥當勞唱機，所以我都不敢吃太大辣，所以教了一點點，看看自己能否應付到先。哇，好正喎，牛筋丸 sorry 這個是好肚餓，不行，我真的要給大家看一個牛丸。牛筋丸中間它會放一些脂肪，有個牛的油脂，牛味重一點，香啲啦，同埋中間會爆汁嘅，好正！佢教咗你一個淥牛十秒嘅方法，十秒，一掉血水，二掉酸性，三掉掉埋啲纖維，咁就食得噶啦。佢仲係紅色嘅，試下先。你要將你自己提升為一個食牛嘅專家，好強大啊！佢咧口裏面咧有種爆炸嘅感覺，三掉食法，大家一齊成為食牛。咁第一日嘅行程咧就啱啱結束曬啦。咁希望由琴晚開始拍嘅，由搭高鐵啦，去到今日入到去冒死拍嘅過山車片段啦，第一身過山車片段啦，你哋都會中意啦。我哋嘗試採用一個 hidden camera 嘅形式去拍嘅，本身係唔俾我哋攞個 GoPro 入去嘅，但係諗辦法整到呢條片出嚟。咁希望你都會俾個 like 我啦。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我係大 B 奧運，等更多人都可以一齊變做識食牛嘅人，同埋體驗到過山車有幾好玩。咁下半集將會帶大家去長隆嘅野生動物園，同埋聽晚仲會食到一樣嘢叫做鮑魚雞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